好，我们的比赛终于可以开始了，选手已经就位，比赛开始。好，我们发出一个一根柱。好的。没关系，找到状态，慢慢来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越到这种时候越要放松。发到了网内，小 A 失误。郭晓慧拿球。我想问问百姓宇采取了这样并排的站位啊、哦、但是没关系，他们的对手接不到。咱们比的就是谁的失误更多。加油！虽然跑动没有来得及，但是对方出现了，因此得了一分。不要轻敌哦，别得出来。